是移动脚步到那个一楼铅笔的专柜，然后我会跟大家推荐几样明天开始的特卖产品。对对对，特卖产品。好，如果喜欢立文或者是我们铅笔产品的各位朋友们呢，记得三点的时候到三点半的时候到我们铅笔了。到我们铅笔专柜找立文啦。好，谢谢，我们谢谢。来，我们这边请。来这边请。好，大家好，我是立文。Hello， 那今天要不要跟大家说一下是代言哪一个迪日店长呢？今天女王在一楼的 H2O 专柜，那在四点半呢有做一个八倍选的活动，那希望各位朋友呢可以到 H2O 来找我哦，谢谢。那我们的女王除了是畅销作家，也是我们的布洛克达人。对对对。那今天这个来这边参加活动，会不会回去在你的部落格看到这个？有，我刚在我 Facebook 的粉丝页就已经跟粉丝们说，我等一下会在 H2O 出现。所以非常及时的。对，非常及时的报告这样子，然后希望大家可以过来找我，谢谢。好，那我们谢谢女王。谢谢。恭喜。Hello， 各位高雄的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李明川。那今天是代言我们 Omega 专柜，是的，对不对？那我们平常的时候在电视上看到您，都是教我们如何时尚穿搭嘛？那今天是不是在柜位上也会教我们大家如何做手表的搭配呢？那当然，因为呢，现在有一个全新的这个搭配的一个观念哦，就是你要把你的配件成为主角。所以就像我今天呢，戴着手表，我是从手表去搭配我的服装。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只要这个念头一转一下，哎，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时尚达人哦。那我们秀一下手表，好的，看一下，哇，现场来宾看一下。而且今天我戴这只手表呢，最特别是因为它的这个整个设计上面来讲，利用到两种不同的材质来做拼接哦。那现在很流行这种异材质的组合，包括呢在表款的部分，我们特别强调，除了说这个功能性要很强之外呢，设计的外形也很重要。因为现在大家对于这个造型越来越要求，相信呢今天所有的 VIP 朋友也可以透过明川老师跟 Omega 可以有更多的这个互动的交流的机会哦。那明川老师，你刚刚好像没有接到说我们几点的时候可以在 Omega 专柜看到你的介绍。待会呢，我们在这个舞台的活动结束之后呢，我就会马上到 Omega， 所以非常欢迎现场所有的这个女性朋友、男性朋友，只要对于这个造型有兴趣，都非常欢迎跟着明川老师到 Omega。 好，我们谢谢，谢谢，谢谢各位高雄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易景。今天算是第一次来我们汉神巨蛋，对不对？其实之前已经有来过了，真的吗？好，那今天呢，在我们柜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要介绍给我们大家呢？易景在四点的时候会在机智之秋的专柜，然后会跟大家聊聊入秋怎么样保养。那一点我们要不要在前面一点？我们很多朋友们要跟你就是拍你的倩影这样子。那一姐，我可以问一下吗？就是你皮肤看起来很好，是不是都用了俏的产品？那是不是有什么特殊比较推荐的产品可以建议我们一些现场的朋友们？其实我接触机智之秋产品已经快一年了，然后我真的觉得有非常非常多的好康。然后我自己本身就属于敏感性肤质，然后用了俏的产品就是属于天然，没有添加任何的香精香料，所以非常想要推荐给大家。然后四点的时候会在机智之秋的专柜跟大家见面。好，好，那我们谢谢我们的李怡景。大家好，我是德欣，我是曾爱琪。啊，今天呢，我们是贝尔尼斯跟贝尔尼尼的一日店长。是，那我们身上穿的就是今年秋冬最流行的那个秀服哈。那我们在五楼哦，等一下各位来宾有空的话，欢迎到我们柜上参观。是，那你现在所看到的衣服呢，只是一些就是流行款的一两件而已。对，而且其实我们的设计师呢跟上海同步，对，因为我们上海又有旗舰店，而且我们这一两套衣服都是上一周在上海的 Fashion Week 刚就是出炉穿。对，最重要的是啊，七点半我们有一场精彩的秀，装秀，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观赏，了解今年秋冬最流行的服饰。对，好，所以待会两位就是会直接，我们活动一开始的话就直接在柜上跟大家见面，对不对？因为我们是一日店长。OK， 好，如果喜欢两位的话呢，待会要记得要到五楼，我们的贝尔尼斯跟 Robin。那我们要不要一个就是往前让他拍一下照，因为穿的很漂亮，真的是太华丽了。不要浪费这一身漂亮的衣服，真的，对。我们谢谢两位我们的一日店长。
次呢特别做一日店长，然后知道有很多的优惠可以跟女性朋友们来分享，像是啊，如果你买四套的话就马上送你一套，就等于说你可以把五套带回家，真的是太划算了，是不是？又或者是说呢，你除了四套送一套之外，你也可以你买超过6000块就马上现折1000块，等于说5000块就可以买到你想买的东西。那我们待会要几点的时候可以在柜上看到你呢？待会就会在那边了，待会就会回柜上，对不对？是。那个千佩，除了今天可以见到你之外，是不是下个礼拜10月27也会来我们看神巨蛋参加我们的时尚大秀？对，就是下礼拜10月27号晚上，我就会在这边。然后很久没有走秀了，然后就想说把自己最近的一次走秀送给汉神的朋友。对，好，那我们谢谢我们的千佩，谢谢你。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宇杰，今天好开心哦，真的很多人。然后其实对汉神呢有特别的独爱，因为之前呢我有帮汉神追过我们的封面嘛，对不对？的活动，所以今天真的很开心。Hello， 大家好，很久没有来到高雄，然后高雄还是一样的热情，然后就觉得很开心，感觉来到就是台湾第二个家，台北是第一个，高雄就是第二个。那我们今天是不是为了雷达有准备，就是有什么活动要跟大家说？对，今天我们在雷达表在2楼的专柜有一个一日店长的活动，然后我们等一下也会在柜上简单的走秀，和大家有一些互动啊，有一些有奖征答的活动，然后有很多的小赠品跟一些合照机会，所以大家一定要踊跃来参加。好，那如果喜欢我们雷达的朋友，还有我们宇杰或者是小杰凯的朋友，记得呢待会到我们2楼的雷达专柜来看他们哦。谢谢，好，谢谢。好了吗？准备好了吗？好，五。店长走上我们的钢琴的星光大道哦，让我们一日店长都稍等一下，让我们主管来率领我们的所有的一日店长是完成，所以我们就会马上发放我们的甜蜜，那现场的民众让你们久等。